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韩瑜。这次在《阿荣与阿瑜》里面呢，我饰演的角色呢叫做曾兆玉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似曾相似？那个音呢？没错，就是躁郁症的那个躁郁了。家里其实开一个很大的餐厅，叫做海龙园，然后有妈妈，有哥哥，有一个嫂子，还有一个侄子。跟妈妈不是很合，有时候会吵架。他可能传统观念里面觉得哥哥比较好，所以就是在家庭里面有一点分裂跟纠纷。然后因为个性就是比较女汉子一点，在一个宫庙里面当主委，主委很大的哦，他是一个地位很大的人哦。我也害怕那条哇也丢啦，有钱有势力。然后又好碰到阿荣是在台北生活没有那么顺利，所以他就回来。回来之后就等于是我当他的老板哦。那我要怎么修理一下我这个欠债的小弟呢？就是大家可以好好仔细看一下，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，一段回忆。我是韩瑜，我在《阿荣与阿玉》曾兆玉，期待与你相遇。